少轩，嗯，他们现在都在怀念2018，你记得我们2018年干过啥吗？我们2018嗯，坐了50个小时的火车定住，去了新疆伊犁。还有呢？还有，嗯，这我哪都记得啊。没事，我朋友圈给你记得了一些。什么意思？我把2018年发过的所有的关于你的朋友圈都整理出来了，一共59条。你给我看一下，人们对你所有的好奇都会在这里面得到答案。你给我看一下，请看。